好，我是布灵姐。先生们、女士们、视频前的观众朋友们，今天我布灵姐来给大家介绍模组了。这期要介绍的模组叫啾啾模组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《啾啾的奇妙冒险》？我呢看的不是很多，不过啾啾梗那倒是广为流传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吧。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白金之星，这个白金之星啊是空调陈大郎的替身使者，也是非常厉害，好高啊！模组还原呢也挺不错，我们来打他一下试试。打他一下就会发出欧拉欧拉的声音，有点魔性，我来多打几次。这声音太鬼畜了吧！我倒是要看看他扛不扛揍。只能说还是非常扛揍的，血条很厚啊，普通的钻石剑得打半天。接下来这个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空调陈大郎，我去，直接爆炸了， yeah. 这威力也太大了吧！不愧是主角啊，出场自带 BGM 的男人就是厉害， yeah. 还放出了自己的替身使者，这威架！哎，怎么不攻击我？不好意思，忘记开生存了。OK， 已经调成生存了，他过来了，他要来锤我了，哇，被我卡在这里无法动弹，去死吧！我这里是利用地形把他解决了，如果正面对打，那我怕是倒霉了。哎，这丢了一个啥？这个是一张 CD， 这可以啊，咱们去拿个唱片机。OK， 来听一下是什么音乐。接着奏乐，接着奏。一定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，再来。啊，这就对了嘛，就是这个棒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白金之星的真正实力，放一只劫掠兽，再放入一张过去的 CD。 劫掠兽已经率先锁定了目标，陈太郎也转过了头，难道这是要打起来了吗？战斗一触即发，他们互相走了过去。你们这是在打招呼吗？喂，当我发现两个白金之星会打起来，那我懂了，大家看我的，咱们让多个白金之星打起来，那场面我估计是十分壮观。当然这个音乐是不能少的，给唱片机放一张专属 CD。 已经打起来了，我们多放一些。やれやれだぜ。全是欧拉欧拉，这声音太洗脑了。好啦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是和梦影龙过不去的布灵布灵姐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